Yeah, look down, look down. Just like relax, like this, and just like look to the side. Yeah, yeah, 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Stand right here. See this light right here? Okay. This arm over. Wait, yeah, yeah, right there. Yo, someone make him laugh. 好无奈，你笑吧你。小洞。我把这个挡住了，挡住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萝卜，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我得交代几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消失了这么久，很多人在问我，哎，小萝卜去哪里了？不要拿这种奇奇怪怪的视频来应付我们。首先，很多粉丝还在继续给我投食，因为我在飞在减。给你们看一个画面，就是他给我投了300多块钱的一个寿司，是我收到过最贵的一个外卖。感谢这位粉丝，也希望大家其实可以停止投食了，因为我其实真的很想保持给你们承诺的10%的体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同时也收到了欧利姆一个超级大的礼包，他给我寄了好像4箱还是5箱的东西，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产品，然后同时呢，我选出了一些产品作为6周减脂大挑战冠军的一些礼品，然后呢，我还去接了的冠军福肖。你们之前看过视频，然后有很多粉丝被提名了，表现非常优异的粉丝也给了我们加油棒的大礼包，然后寄给他。这些礼物是要给参加6周减脂挑战的入围，但是却没有被选成最后赢家的那些选手。还有就是大网红大卫来加油棒举办了他的个人的粉丝见面会，跟 Change 一起，然后当时场面也很轰动，很多粉丝从各个地方来到了加油棒，然后我也很激动见到大卫，然后我也提了很多我自己的个人的问题。接着就是我们还要举办加油棒的年会，为了排练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一直更新，当然还有加油棒其他的事情。话不多说，接着准备去看本次视频的一个正片，我们正片见。大家好，我是小萝卜，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然后本期视频呢，有一个特邀嘉宾，那就是没我帅、没我高的 David。OK， David， 你今天准备去练一个胸，然后他现在在后面在做热身，看到没有？看到他多么不专业没有？还有又虐他。昨天呢，他在我们这边去做了一个体测仪，他体脂基本上跟我一样，然后骨骼肌基本上相同，所以按理来说我们力量应该也差不多。但是我今天我要拿出我最好的状态，争取虐一下他。对，我要证明我赢得更多的女粉丝。更多女粉丝。好，那我们 I have no idea. Probably like 2-3, 2-3, something like that. Let's go.竟然趁我在练胸的时候，他在练背，他瞧不起我，我也去练。I'm good, I'm ready to go. You ready? All the way, yeah. 热身组只做2组，可能感觉他感觉比较好，一会儿我会让他感觉更良好。然后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要嚣张一下。他说今天的训练组会做90或100，做10个，然后我今天就跟着他做他的重量。现在是我们训练组的第3组，你做了90，做了我做了12个，他做好像都是8个9个左右，然后我刚刚做的12个到15个，然后今天就准备跟他的重量，但是我可能会多做几个，因为他是客人，对，谦让一下。
back here. We do the flies and the laterals. 我们探讨一下一会儿的训练计划。所以他今天准备训练整个算个推日吧，三头和肩膀都会起到，所以一会儿很多推的动作。但是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昨天练了肩膀。他一会儿想要那个哑铃推肩，我不知道怎么推起来。还好我刚才没有去做我的重量，不然我感觉一会儿哑铃推肩我推不动了。不过他手臂很长，所以对他来说更难一些。但是他的训练重量确实已经不错了，而且考虑到他在旅行，我在旅行当中训练状态也很差。You wanna do like this? Wait, yeah, yeah. Do you have warm up sets? Oh, you just go straight. I'll go straight too. I'm gonna do like honestly probably like 60s or 65s for me.现在是我们第三个动作，dips， 双杠必须伸。然后这个动作主要刺激我们的下胸，至少我是这样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练背了，因为我说了今天主要是推。我刚刚快做完了，他过来拍我要多做几个。所以你多坚持了几个吗？对，所以男人好面子要命，请不要让我们同框。这有点难。You have plus 5 reps? You can do it. Alright, no, but there's no more 5 pounds I have, we'll just have 5 reps. 他说他要再做多做五次，他说要跟我们的这个架物棒理念要相符，要增加五次。接下来我们要去楼下再去做一个绳索的夹胸。刚刚做了太多的复合性动作了，现在要做一些孤立式动作。差不多干，有花花。从侧面看，我胸都超过了肩膀。就为什么我说我肩膀比较弱，我前束比较弱，也是胸太强了。对，接下来我们要做侧平举，我昨天做了可能有个20组侧平举。今天肩膀好酸。选择一个合适的，能够足够跟他一起做。没错，是为了照顾他的。对，为了照顾他的状态。竟然做35，我都已经很久没做35磅。我靠，现在好没力啊！刚刚所有的泵感全部在胸上，有可能肩膀太疲惫了。哇，趁他不在，我做个小重量，做个迷你重量，200磅。好，打个字幕，200。Let's get on.Want to get like a video picture of you and me? Yeah, sure. Here.
Yep. Make sure there's a good amount of frame size for both of them.看一下这边，有吗？Be a good like YouTube thumbnail. I just want to get a few pictures like that. 为了拍封面，我都力竭了都。Yeah, look down, look down. Just like relax, like this, and just like look to the side. Yeah, so yeah, just stand here and then look that way, like a hero shot. Just like, yeah, yeah, 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Hold it. Stand right here. See this light right here? Okay. This arm over, back. Go back. That way, right there. Wait, yeah, yeah, right there. Abs, fix the abs. Put the legs closer together. Yep. Look down all the way.Eyes down, abs, yeah, there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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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ust play with it. All right, thanks. 真的大网红教如何去拍照，真的是我们刚刚拍封面拍了多久？有没有半个多小时？有。我在拍照得来的蹦感超过了我训练的。Sit down right there. Yeah, someone make him laugh. 太尴尬了。好无奈，你笑吧你。All right, now we're good. Now we're done. 辛苦了。哇，这个模特当的，对，你是 David Lee 亲自认证，对，我是可以当模特的，马上你学了，好吧？你把我拍的，每次别人说我是不是1.6米，原来1.9米的人把我拍成1.8米，回去帮你拉高。真的，网红训练跟我们职业运动员是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最后拍照那一下。我跟你说，帅已经仅次于他了。3、2、1，怎么样？他主要就是拉，看一下他的腹肌有没有，腹肌有 ，OK， 完美。让他穿衣服，然后拍一个，他对我很惊讶。OK， Morgan。终于结束了我们刚才的拍照，不是拍照，终于结束我们刚才的训练。刚练得很爽，然后也是带我们的小 Day， 他的小 Day。认真的来讲，他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刚刚练了很多推动作，他力量上还是他的状态都很好，而且他体脂保持很低。作为一个网红，保持一个基本的素养就是保持低体脂，就像我现在一样。对，整体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训练，在我看来还可以了。虽然没有达到一个这种100%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达到了80%，还算不错。然后一会儿呢，我准备去跟他做别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未来我可能会飞去美国跟他做更多有趣的视频。在这边如果喜欢的话，扣一，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